多之处移民快报，疯狂开抢，1555张中国加拿大往返机票等你来拿。5月17日，为了推动旅游业复苏，香港将送出总计500,000张国际机票，这是你好香港大型活动的一部分。国泰航空官网将开放加拿大往返香港的机票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，只需简单2步，你就可能成为幸运者。首先成为国泰航空网站的会员，然后5月17日准时登录活动网页获取折扣代码，有了这个代码，你就有机会获得免费往返机票，只需支付税费和附加费。此外，你必须在购票之日起的9个月内旅行，最短停留期为2天，最长为1个月。机会难得，通常旺季从多伦多飞往香港的票价至少2000加元。不仅如此，活动还将派发至少100万张香港有礼游客礼品券，从酒吧免费饮品到景点门票，一切应有尽有。最后，祝大家好运，抢到票的朋友别忘了分享你的好消息哦。多姿处21年经验，可以帮助您加拿大旅游签转工作签，一样可以享受到加国政府的多重福利政策。赶快联系我们吧。